您误会了，我哪有权利处置年大将军呢？有请钦差大人。 头大人，上谕，年羹尧听宣，鬼神夺走了你的魂魄，朕本是一片佛心，想祈你天良，从此敛去锋芒，精忠事主而已，而你却丧心病狂，倒行逆施，孙嘉诚。 是朝野皆知的忠臣，你为什么杀了他？亏你还有脸在奏折上大放厥词，把“朝前夕惕”四字居然作“夕阳朝前”，以断。